其实紫色跟红色很好看，棕色是有那个蝴蝶跟花石，好可爱的。好，开始，我们第一有要哪一个？森林怪物八十，这个棕色的，好，橘色，好，够。还有两个，各一。红色的耶，是三眼怪的。好，换一个。三眼怪。另外一个我有。好。第二名。黑色的。黑色是那个。这个。好，好。我先扭看看。你先扭。然后这个，或这个。轻轻的，看不出来，我看一下。掉色。我现在掉色。那你怪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？这好轻啊，这也是掉色。哇，是。嗯。看起来像气球的。应该是这个吧。嗯，两个火箭两个。一样吗？嗯，不是，是这个，是什么？啊，看像挂饰之类的。对啊，然后它是这个。刚早上的时候扭了这个跟这个，想要这个，我也很想要这个，可是里面没有黄色的壳，所以应该是没有。可能被扭光了。对，就我们以这个为目标。咋呢？咋？啊，红色的，我们快凑一组了。早上的是，对啊，早上的是这个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红色，剩下，哎，下一个是吧？对啊，这个。下一个是什么颜色？我们要迈向第四次了。好，好，应该是这个了。走喽。get 了吧，就说了吧，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有盒子，然后它可以装到这个上面，就是插这个，对，它里面没有了，所以没办法。
watching from your bed